接着来看县府人事消息，县府教育处长王鸿翔将出任台北市政府的体育局长，而且将从明天开始来就职，所以县府今天也正式宣布了，教育处长一职是由公正国小校长简信斌来做接任。现年54岁的简信斌，国立花莲教育大学学校行政硕士，曾经在五节、罗东、校威等国小担任教师，历任罗东国小、北城国小以及公正国小等校的校长，在教育现场工作30年，曾经获得全国校长领导卓越奖、空间美学特色学校特优奖等等殊荣，办学绩效获得教育界的好评。县政府也表示，简校长出身教育世家，父母都是老师，并且曾经担任宜兰县美术学会荣誉理事长，相信以简校长多年在学校服务的经验和美学素养，必定能为宜兰县百年树人大计彩绘出更美丽的蓝图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